旧的小镇，美丽的村庄，苍茫的山林，朴素的淮河上，生活的家园是心灵的栖息地，是内心涌动的不变追求。清晨五点，郑统川就要起床，捅开老虎灶里的火，开始烧水，迎接茶客们的到来。几代人啊？我记得是三代，我爷爷那辈跟挑麦水。郑统川家的宜新茶馆是临幻古镇上开了100多年的老茶馆。临幻并不产茶，与淮北地区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数百年来临幻却形成了独特的茶馆文化。茶客们喝的茶被称为棒棒茶。临幻古镇上都是来自祁门、六安这边过来的。每一年秋收完以后，茶叶结完了，光剩那茶棒了。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下脚料，来了我们北方是宝贝，我们说。就配我们当地的水的是吧？茶来喽！去搞水，去搞水。反正我们当地的水好。配这个棒子，不是普洱，剩普洱。茶馆里用的水来自龙须泉，是临幻四眼古泉里仅剩的唯一一眼。因为河水改道，如今的龙须泉移到了汇河里，泉水要用水泵从河中央的泉眼里抽到岸上来。汇河古称幻水，是淮河北岸的主要支流，临幻因此而得名。因为靠近水道，临幻曾是商贾往来的大码头，北上的江南商人把饮茶的习惯带到了这里。据史料记载，临幻茶馆兴起于明代末年，最兴盛时沿街有几十家。每个逢集的早晨，方圆十几里地的人们都会聚集在临幻镇上大大小小的茶馆里品茶聊天。不产茶的临幻自此保留了饮茶的习惯。今天在宜新茶馆里喝茶的大多是一些老人，一杯茶1块钱随意续杯，可以泡上一天。郑统川和妻子张秀霞经营茶馆，辛苦却不赚钱，可夫妻俩很享受这份热闹。也有料五毛的，也有料一块的，自动交呗，给就给，不给就算，无所谓，不吃够花就算，不请我多油多油多富油多富油，过一生平安的，开开心心的。
找茬客呢，每天都要来。有一段时间，他要不得闲过来，就说这个老年人咋没来呢？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有啥事了？还想问问。发现纠纷了，到茶馆，到上茶馆说了一句，他们在这一坐，三个一桌五一桌的，哪个庄的都有。一说这边一大嘴，一说谁离谁的比较，离就出来了。红梅喜友都到茶馆里说。七十四，是哪种的？一头金，一袋粮还能包冻。牙齿多了。那属啥就属啥，属大种的，属驴的。你属驴肉合适不？都是朋友，一个大一个大队的。他不爱跟大队的，他外乡的，他外乡户。你俺这一个大队的，天天来，一天都不忙。喝啥？五多寒夜都来，那人给钱。我有钱，人也给钱，我也喝了。你不舍得走。开心娱乐，我们开心娱乐。一壶棒棒茶。几盘小瓜子，抽着锅袋烟，下着用石子和泥块做棋子的六周棋，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而悠长。就是这种独特的生活状态，在节奏高速运转的今天显得格外稀有。林焕茶馆的独有韵味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张东俊是一位专业摄影师，十年来每年冬夏两季他都要到林焕走一走，寻找创作的灵感。北方人他比较奔放嘛，他比较大气，所以你像他夏天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光着膀子在这喝棒棒茶，冬天来就大棉袄，所以他们的外露的气质就是一种奔放的一种气质。第一眼我看到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但是你要深入进去，你就会找到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心理。面对外界的注视和探寻，茶馆里的老人们从容淡定，似乎没有什么能干扰他们下一盘过瘾的棋，喝一壶有滋有味的茶。人们隐约可以在宜心茶馆里体味到中国人所崇尚的人生最高智慧。有的人嘛，他就担心说的，这茶客走了以后，这老年人走了以后，茶馆是不是会失去？不会的。茶馆是不是没有老年人？我说有，这一辈走了，还下一辈了。郑同川夫妇的一双儿女早已长大，儿子正在报考博士学位，将来可能会成为林焕古镇走出的第一位博士。每次喝喜酒回家以后，一喝两盅，我什么时候谈到我说的，就这样说话。想孙子，想儿媳妇。我们的心愿就是。等他上完学以后，成家以后，我们就可以放松了，就不要操他每天心了。这个家里的茶馆就可以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了，这就是我们享受的地方，是吧？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老人在一天天变老，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宁静平和世界的无限向往。你好。
展品还没打对，他妈打错掉了，今天早上才送过来。他叫谢泽，是一名画家、策展人，他正在为一场即将举行的当代艺术设计展紧张忙碌着。这样子，好。虽说并不是第一次办这样的展览，但是这一次的展览对谢泽来说意义却非同一般。因为合肥不是传统的工业城市，没有那种像什么七九八那种什么这种老福特，你找不到。正好呢，他国外他也有很多艺术家，他在郊外有很多这种艺术工作室。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去。谢泽举办艺术展的地方是在合肥北郊一个叫崔岗村的村庄，这里地处江淮分水岭，起伏不平的地貌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在郊外偏僻的农村举办艺术展，对谢泽来说是头一次，人气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在这个乡村做展览就有一个担忧啊，距离太远太偏僻，合肥知道这个地方人还不是很多，在农村做展览可能在全国不一定是第一次，但是在安徽肯定是第一次。与崔岗村结缘对谢泽来说纯粹是一次偶然。我开车一个人过来，一路上就觉得，哎，这个很意外，没想到合肥的郊外有这么一个这种地丘面貌的这种景观。再往里面看，开到崔岗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他的右手全是一排那个杨树。这个就是当时很惊艳的感觉，那个地方很符合我童年中的记忆啊，一个高坡上。坐落在江淮分水岭丘陵地上的崔岗村，像极了谢泽记忆中外婆家居住的村子，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时光，乡村给了他对美最初的认知。谢泽在崔岗村租下了一座农家小院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并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叫瓦房。看着谢泽搬进搬出，村民们感到新奇不已。当时搞的是坦坦古墓的，我搞的叫我们家我们家扔的坦坦古墓都不要了，里面还搞到的是那样搞的搞一下，我打扫卫生都很困难，他这都是好东西。崔岗村距离合肥20公里，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在城里工作，留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这些年村里人开始热衷于在合肥买房，村民们的房子很多都空着。谢泽的瓦房工作室建成之后，在合肥的艺术圈里很快传开，很多艺术家陆续租进了村民空着的房子里。
崔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上个世纪60年代，一条人工开凿的干渠把大别山里的水引到合肥。今天拥有700多万人口的合肥，城市供水基本上依靠这项水利工程维系。来自大别山的山泉源源不断地汇入这座合肥人的大水缸。崔岗村作为合肥市的水源涵养地，将会被有计划地拆迁掉。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如果你把它拆掉了的话，不是说你解决了污染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做一个艺术工作室，做一个艺术村的话，或者说一个文艺村，你只要把这个污水啊，把这个垃圾啊，和这个一些生活的一些污染的东西给它做一个集中处理的话，你就不会产生污染。它比农业、比种植业、养殖业都污染小很多。所以我就想，那么试试看，就是呼吁一下，把这个地方保留下来。这样的话和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水源保护地的目的也就等于结合起来了，汇集到每一个人。谢泽发起呼吁，提出建成崔岗艺术村的想法，这个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现在就感觉到吧，你做了一个美的东西的时候，你不用去考虑它的结果，自然有人会来欣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有时候是完全是从自己自发以后会引出来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地方也很有敏感性，现在可能你们光从美的角度来考虑的，我觉得给我们有更多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三个要面临的现状就是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很少。一份由十几位艺术家联合署名的倡议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2013年11月2日是谢泽来到崔岗村1周年的日子，崔岗艺术村选在这天正式开村。作为开村仪式的献礼，谢泽筹备了1个多月的当代艺术展，出乎意料的火爆。今天比起来了好看，对各位领导和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这座江淮分水岭上的村庄最终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得以保存。这样的村庄是许多人旅程的起点，心灵的皈依。人们念念不忘，试图重返，正在学着爱护我们生活的家园。4月18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桐柏山水莲寺的方丈妙霞法师正在和弟子们商议着即将到来的法会活动。年轻的延禅和尚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法会，每一个流程他都认真地记下。寂静的山林适合参禅修行，从水莲寺的大殿极目远眺，淮河源头的桐柏山层峦叠嶂，望不到尽头。
49岁的翟国民是桐柏山太白顶自然保护区一名普通的护林员，每天他沿着固定的路线穿梭于密林与荆棘之间的山路。我是林业世家，我老父亲也是干林业的。我1958年大半钢铁的时间，把咱那山上的树整个毁完，都下去炼钢铁了。这后来护林员通过努力造点林，这几年几十年来就这林子整个都长起来了。老宅所管辖的林地面积有200多公顷，占整个自然保护区面积的1/9。从早上7点带着干粮开始巡山，一天下来老宅要走20多公里。这样的行走老宅走过了28年。一个人行走在山林里，老宅总能为自己找到不同的乐趣。这个叫野生草莓，夏天我可以吃葡萄，山上那个野生桃，秋天我们吃那个小柿，都是那一种软枣。要我们在山上饿了，带的干粮少了，我们可以在这儿选果。桐柏山是淮河的发源地，香火鼎盛。全盛时期有50多座寺院，700多僧尼。从17岁开始皈依佛门的妙霞法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30年的最大收获呀，就是看好门啊，看好寺院的门。30年没有离开寺院，都没有离开寺院一天。整到淮河源头，到时候也远得到淮河源头。31岁的严禅和尚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开始学习佛法，2年之后在水莲寺剃度出家，成为河南佛学院的一名弟子。严禅认为，能在淮河源头桐柏山上和师父妙霞法师一起修行，这是一种缘分。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自在。我们佛法讲修行，主要是修心，掌控我们这个心，让这个心心如止水，像平静的水一样，不要起那个烦恼的波浪。哎，先生好。哎，慢着，我早点，我今天上班了。来了，师弟。啊，哎呀，这个慢呐！啊，俩都可以了。苦行僧印清和尚的草庐是老宅巡山的必经之路，也是他歇脚的地方。作为保护区10多个护林点中海拔最高的一个，老宅的护林点方圆10多里看不到村庄，偶尔只有深山里修行的僧人能和老宅说说话。时间久了，老宅习惯了少言寡语。当行走变成一种习惯，寂寞内化成一种语言，山林里的生活对翟国民来说成为了人生的一种修行。该山上住的时间长了，他跟这大山有感情，回家了我嫌吵得慌，10天半个月回去以后住不习惯。
我到山上感到亲切，这里空气好，我当家住。早上八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信徒把大殿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聚集一堂庆祝佛祖的诞生日。神圣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全寺的僧侣都集中在佛堂，所有的仪轨都遵循一千年来的传统。终于轮到延禅出场了，这是一套复杂的仪式，每个僧侣需要一年的时间来练习。整个仪式进行得完美无瑕，延禅的表现让人满意。对于这位年轻的僧侣来说，修行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古老的淮河昼夜不息，向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这条河流承载着古老的历史，也承载着新生活的希望。这是我们世代相守的家园，也是我们精神的故乡。